小囤积。河水从河沟过来了，冲慢了，把小囤积快淹了。我们看到了眼前这个水已经漫过车顶，这就是新乡市，丰泉区，南陇乡，啊，南陇镇，啊，你看啊，大量的车辆已经没过水，已经没过顶，啊，还有这个前来救援的警车和各种装备车，现在全被水淹掉，啊，无法动，啊。目前我们这一支艇呢，是这个地区唯一一个救援的，啊，在洞里的艇。大家看啊，这样的高档高级啊救援车全部泡汤，没有办法啊。好，前面又发现一个大车司机已经困到水里两天两夜，啊，我们现在向我们发出求救。马上要把他施救到船上，我们的船现在已经坐了13个人了，啊，但是没有办法了，啊，师傅你别怕啊，慢点啊，啊，这个，你先挂个空档，啊，慢一点，别怕，好的，师傅已经上来了啊，啊，注意安全啊，好。这是我们在半路上又把一辆被洪水困在车里面的师傅救上岸。呵，水太深了，上地杠了啊！洪水无情，人有情，我们全民支援河南啊！说实话，心里头确实有点害怕呀，第一次射这么。这里是实验中学人民路与这个建设路交叉口，前面的笔杆书画院，现在我们到这个回民小学救助这个回民小学，救助这个受困群众6-7名，必须熟悉航道人带队，已经没有什么标志可以参考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家，请大家把视线转到北方的一座小城河南卫辉，这里降水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刚刚经历严重水灾的郑州，但无论是排水设施还是整合资源方面都远远比不上郑州，现在城区内的水还在上涨，大街上到处都是等待转移的亲人，卫辉需要你的帮助。
您前面的消防员用手电筒照着水面，及时的避开水下的一些障碍物，确保这次返航的安全。好。像这样没有动力的情况下，将船从后面行驶出来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它无法制动，尤其这样横穿水路的交这个路线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。浪也比较大，非常颠簸。现在在半路，我们又发现有三个小孩啊，两个女孩，一个男孩，他们也是被困了几天。往江边走，这块下。现在已经救上了6个，村民，加上这三个小孩，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把他救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救援难度是非常大的，困难是非常多的。注意安全啊，慢一点，不着急，叫你们上船，啊，一定救你们，啊，啊，我们一定会救你们的。哎呀，没法安得了。部队又来了，又进攻了，看不见了，前后都看不见。7月27日下午，卫辉市出动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，在城西南沿翟阳县修筑拦水堤工程，阻止客水进入城区。工程预计在28日中午前竣工。Thank you.
现在上面有很多杂物，正因为有这些杂物的衬托，才能看出来这水流有多急。现在您看到的这个地方缩小了吧？也就是40米到50米左右，但是现在我们整个看到的是整个河是满的，而且从两边的我们的这个树木可以看到啊，其实这边的树平时的话是可以走行人的，对不对？平时是可以走行人的，现在已经被洪水给已经是淹没了。我们现在是在新乡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，第一附属医院。现在这边水位，依然很高，像车基本上我们的车都是在水中被泡的状态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前肢的帐篷，已经发生了位移，从那边飘过来了。现在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，几千名病患加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完毕。目前保卫处还有部分的医疗人员，大概留守有十余人。北京蓝天救援队目前也是处在医院留守的状态，等水退去我们再进行撤离。今天白天呢，我们要驾艇出去，在周围3公里范围之内去搜索遗留的群众，如果有需要的群众，需要转移的群众，我们会安排转移。今天搜索一遍了之后，明天我们等待明天的指令。这个是我们的装备车，已经被水泡的状态。
这是牛春新春牛春的闺女庄了，你看这个街里边这个水，这个水都臭了，捏着垃圾，这垃圾堆成这个样也没人拉啊，也没人管抽水，也没人管理。你看这个地方污水横流啊，严重影响了这个老百姓生活。